众朋友们，今天呢是2020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是7月初4。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哎，师傅，感恩师傅。哎，你好。师傅，你看一个2001年的男孩，属蛇的。2000几年呢？01年。哦，看到了。嗯，他不好哎，他脑子不清楚。对呀、啊，他脑子里有条蛇呀。哦。脑子里有条蛇呀，花蛇呀，不是不清楚了，在搞他呀。嗯。他情况实在是不好，白天睡觉，晚上骑电动车出去整夜外跑，还有肾尿蛋白，还便秘。很麻烦的呀，现在这个。这条蛇在他身上这么搞他，你说怎么办？他的母亲已经给他念了1900张小房子，放生10000多条鱼了，还没有明显改变。想问师傅，还需要放多少生？放小房子需要多少？放了多少生了？10000多条，小房子1900多张了。小房子最多收到1000张，他结缘的还是自己念的了？这个他没有说。啊，你问他呀。质量不好，因为这孩子闹得太厉害，他也没有时间。太厉害，太厉害。他在家待不住。我告诉你，现在这条花蛇在他身上整天揪着他，这孩子啊，揪着他，让他，而且让他皮肤都不好啊，吃饭吃不好，皮肤不好。嗯，对对对对对。嗯，那师傅他还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他需要，嗯，600张，630。嗯。放生，放生，放生不多啊，1600条。嗯，他现在的名字叫张维，您嗯，他这个名啊，师傅，张维，维护那个维，有音的，有音不啦？没有音，就叫张维，张维是不是？对对对，是啊，小时候很可爱的呀。嗯，这个名字他现在、哎、他家里的，他家里，他家里惹的、嗯，他家里惹的灵性，是吧？嗯嗯，这孩子，你告诉他，家里有没有动过人家的坟呢？或者过去他搬了一个新家之后，在附近有坟吗？或者有人家死过人呢？嗯，是野灵上去了呀。嗯，是吧？那他这个名字，就孩子可能看着。要么就是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电脑上的东西。嗯，这个同学想问他这个名字还用不用改张维？改了不啦他？现在就叫张维，他已经叫好几个名字了。不是名字能改好的呀，不要再改了呀。嗯。你再改名字，好好好，他滚不不起了。是，他已经改好几个。你以为改名字就能改运的？名字在自己的命运当中15到20最多最多了。你说你80%你的命运改不了，你改个名字15有什么用了？你比方说你今天是70%的好运，你改个15嘛，你是85了呀，那当然越来越好了。你说人家改名字怎么这么好啊？因为人家本来运程已经是60%-70%了呀，听不懂啊？嗯，是，师傅，这个同学最后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好好的许大愿了、嗯，家里还有人造孽了。家里有人搞杀人闹，这个他没说，去问，因为他是单身，他应该，嗯，看看他家族里边，他只要帮谁念经、嗯，这个人如果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杀业的，他就被他帮他背了呀。比方说，他单身，他帮他爸念，他爸爸过去开餐馆的，你说背不背了？是是是。啊，就是这样。师傅，最后没有办法。这个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因为闹得实在太烈，他有家也难回，他是不是还得需要把孩子送到就是政府管的那个精神病那个收容所那类的机构、啊？对对对，没办法，送进去，因为厉害，没办法的，就是他自己的业障、嗯、他自己背呀、啊。现在父母亲看着他闹得太厉害的话，如果把他送进去，就是他自己孩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他的确他上辈子他也是有业障啊、嗯、我看他上辈子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你看看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你去问问他妈妈看，难产。哦，啊，去问吧，就知道了。嗯，逃也逃。好，师傅。嗯，师傅，再看看73年属牛的女的，她的胃胀得像皮球一样。73年属牛的。哎呦，哎呦，他，哎呦，第一，嗯，肠胃肥大，又肥又大。第二，哦，我看里边有长东西，不知道是阴，不知道是那个，是那个恶性还是良性的，在他的右腹部，嗯、右腹部下面这个地方，他的肝呢、啊嗯，他的肝不好，嗯。肝也不好啊、哦肝不好，胃和肝都不好。那这个得许多少小房子？哎呦，很多的黄鳝，你问他吃过黄鳝吧？哦，他是南方人，应该是吧？太多太多黄鳝，嗯，你叫他小房子先，一共大概念400张吧？哦，400张是吧？那、嗯、先这个同学先一点点，21张念吧。哦，好好好，因为他总是梦见他那个狗，他前两年狗死的时候，他说要许愿把狗超度到头人，他是不是那个狗上他的身、哎？他想问这个。哎呀，狗上身了。胃也，嗯，是吧？100%的，我看一下啊。嗯，啊，是个母狗。哦，就是狗搞的是吧？是呀、啊，嗯，哎呦，刚刚看到黄鳝，现在看到狗，我还看见有一个男的，矮矮小小的，他可能掉过的孩子吧，嗯、可能是。哦，那总数还是400张吗，师傅？是啊，嗯，嗯，哎，他的。英国很可怕，听不懂啊。是，他莲花是12566，嗯，他还在呢吗？哼，掉下来。啊，这样啊。6年，他还有6年寿命，以后会投畜生道。这么严重啊？那就拼命念礼佛忏悔是吧？谁叫他去超？谁叫他去超度畜生的了？说他一激动说错话了，可能爱他狗。赶快跟菩萨重新说呀！凡人肉胎智慧不开是吧，师傅？对呀、啊，你讲了之后，你要赶快要反过来讲的呀。嗯，好，还是最后能给看王什么师傅？李瑞琴，女的，13年去世的。李瑞是。祥瑞的瑞，芹是那个芹菜那个芹，草字头下面一个金，一斤两斤的金。李瑞琴，烧了2000多张小房子。阿修罗，阿修罗上去了。嗯，哦，那他能两千多张，他能上去，大概要念，他要念大概68张吧。还在念68，他想问2000多张他收到多少？因为他的名字可能生前写错了。哎呦，哎呦，他写的错的厉害的呢，一张都没收到。哦，啊，很少哎，这种情况很少的。他写的是念了2000多，人家的名字了，是吧？那就还按现在这个正确的名字再烧上68张是吧？对对对，嗯，等等啊，好，说同学们让同学们自己背，是你。女的，她是个子不太高，啊、瘦瘦的眼睛瘦瘦的，对、啊，眼睛有点抠进去，对对对，嗯，也下方腰有疤，嗯，对了，看见了，嗯，好吧，好，感恩师傅，嗯，同学们练，同学自己飞，不让师傅飞，感恩师傅，好，再见师傅，谢谢，再见。喂，你好，喂，是师傅吗？你好，是，师傅，你好，啊，我给您请安。我想问一下，谢谢就是我家有一个官司，之前是师傅给我看过图腾的，但是
那时候修得很不好，向师父忏悔，就是没有把握住那个菩萨给安排的机会，想再请师父给看一下。我是1980年属猴的。是啊，你跑掉两个机会的。嗯，那时候修得很不好，真的向师父忏悔，请师父能够慈悲原谅。感情上的问题而影响的是啊。是我自己的问题吗？还是先生的问题？有一个是感情上的问题影响的。你这个孩子真的太不珍惜了。嗯，是那时候师父给看过图腾的，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按照师父教的去许愿的话，菩萨会很快给机会的。嗯，后来就是问题就是出来之后自己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之后后来自己反思，是的，就是当时按照师父所讲的，我没有就是按师父的原意去许愿，然后3个月之后菩萨就给机会了。看见了不啦？你就但是现在就机会了呀。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机会错过去之后，师父这个官司已经现在拖了6年多了，想让师父给看一下，我针对这个官司还需要再举什么样的愿力吗？你这个人叫患得患失，听得懂吧？嗯，对不起师父，我知道我错了。太现实了，哎呦，要求人家的时候恨不得怎么样怎么样，哎呦，自己不想做的，缺的他妈臭要死的，一辈子就是缺的嘞，脾气嘛坏的嘞，臭要死的。是，请师父慈悲原谅，我知道我错了。你说说看，你这种人谁敢讲你啊？你们不吃苦头，你会低下头来的。是的，师父，我知道。是的，师父说的非常对。赶快啦，念1万遍姐姐咒。我之前针对这个，就是在今年2月初8的时候许愿，就是各5万遍还没有念完，是还要再重新许愿吗，师父？不要了，就把这些念完吧。嗯，小房子还需要再加吗，师父？现在问题，你身上还有一个女的，你身上还有一个女的，是我的灵，是我的药精者吗，师父？是啊，我看像一个小孩。我许愿的500张，还有100多张就念完了，还需要再加吗，师父？念完吧，以后不要再那这个是我流产的孩子吗？你得罪人，对呀、啊，你得罪人太多，你太傲气呀、啊。听得懂吗？我知道师父，我一定改毛病，一定好好改。不得了了，长了几分姿色了，马上就功高我慢了。是人的有什么用啊？是个人的，你又不是菩萨了。听不懂啊？请师父慈悲原谅，我一定改毛病，我一定改毛病，一定认真的改，一定好好的听师父的话。眼睛长得大一点了，哦哟，眉毛长得好看一点了，就不得了。自己真的，自己要跟菩萨讲，我要改。听得懂吗？我知道师父，一定跟菩萨讲，我一定会改毛病的。师父慈悲，这个官司今年能结束吗？看看几年的。我1980年属猴的。要当心啊，你要多求吧，多求可能会早点结束吧，不求的话还会拖呢，听得懂吗？嗯，我一定会求，我一定会求。多求他会提早结束的。现在两个人其实两个人都拖得很厉害了，这拖不起的。是的，我跟先生这话真的是现在已经就像人间的话讲，就是真的是山穷水尽了。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这个针对这个事情就是错过菩萨的这个机会，已经念了好多次这个礼佛去跟菩萨忏悔了。太倔了，你记住啊，对人害人者必害己啊，对人家严厉必对自己严厉的。你跟人家这么你的嗔恨心，师父现在看你图腾的时候，你这个属猴子的嗔恨心很重啊，你经常在拉自己的那个好像拉自己的头发啦，有时候拉自己的什么手啊，你这个都是这种举动，都是属于嗔恨心很重的，你听得懂吗？我知道了，师父，我一定针对这个，专门的去改这个，专门念礼佛，专门去配小房子，去消这个业障，请师父慈悲原谅我，我修的不好，因为很早接触心灵法门。你看看你嘴巴不听我讲，你讲好了。师父，您说。讲有什么用的？对不起，师父，请师父慈悲原谅。对，你说你这种人，人家男人怎么接受你呀、啊？硬得像块铁一样的，人家男人怎么要你呀、啊？自己要学会呀、啊，不是人家的错，全部都是人家错啊！你自己也有毛病的。刚刚我知道师傅，我一定改。
还有两三个月当中有一个机会，你自己看吧，可能会解决的，你看一下好吧。嗯，是的是的，师傅说的非常准，因为现在就有一点点消息了，就是不知道就是能不能，我今天也是没想到会打通师傅的电话，就是拿起手机拨通了，真的。好好哭哭啊，在人家面前不哭，你在师傅面前你要好好哭的，你不哭的人没有慈悲心的。我知道我哭了一天，你拖了这么久的话，你拖了很多次了。你也对不起人家的呀，人家这么开始也对你好，你有什么必要把他这么多的爱转为恨了？这是负能量呀，听不懂啊？我知道了，师傅说到我心里的毛病了，我在感情方面犯过很多的错误，请师傅慈悲原谅，我一定会改的。看你对得起人家吧，还要对人家这样，对不对呀？被人家骗，现在真的是这样的，请师傅慈悲原谅，师傅说的对。嗯，改呀、啊，没人敢讲你的，只有师傅啊，听不懂啊，好吧。我一定好好改毛病，请师傅指点原谅。记住，会有一个贵人出来帮你的，你不要再跟人家凶了，好吧？我知道，我一定把握机会。官司结束之后，我一定会现身说法的。针对这场官司取得愿力，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做完的，请师傅指点。官司弄完以后，还有其他事情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守戒，听得懂吗？要彻底改毛病。我知道师傅第一次为我看图腾的时候就说过，如果不好好把握的话，这个官司结束之后还会有麻烦的。对啦，你这种人们经常惹麻烦的人，听不懂啊？哎，我知道了，师傅，我一定好好改毛病。不要去太倔了，要柔能克刚啊！你现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好吧？还有求南京菩萨，好吧？好的，好的，我会的。可能要求南京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帮你，南京菩萨会帮你的。好了，嗯。好的，师傅看一下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吗？妇科不好，腰不好，关节酸痛，头颈椎不好，睡眠不好，掉头发，对，经常做梦，记性不好。对对对，哪一个错了？没有错，都是对的，师傅。但是现在颈椎是念经之后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和疼，以前颈椎病非常严重。你现在我看你现在的左胳膊嘛，就是连着颈椎那根筋的呀。你现在左胳膊现在经常酸痛呀？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师傅。对，会错的，好好修啊，改毛病啊，好了。你师傅，我针对这个还要放生吗？你要是有福气的话，师傅法身你会看到；没福气嘛，就活该了，没办法。我知道的，这个是我修的不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摸到师傅的法身了，请师傅慈悲。过去法身知道你好几次，你不知道啊？好的时候都不知道。是的，是之前梦到过很多次师傅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修好，在那一年就是师傅给看完图腾之后。先生把佛台砸了之后，再就没有梦到师傅了，很少梦到师傅，除非是有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师傅会来我梦里。我知道是我自己修的不好。邪淫太重的人，师傅不会。请师傅慈悲原谅。嗯，好吧。师傅，您能慈悲吗？我妈妈也是念经的，您能跟她说两句话吗？给她加持一下，请师傅慈悲。请她说声小。师傅啊，你好。你好，你好。你看你这个女儿，那我你管得了的，只有师父能管她，她、啊、还听听师父的话，对不对呀？啊，嗯，她跟一般的孩子比还算听话的，还算行。她新学心灵法门，今年都8年了，我跟着学也7年了，我吃素也吃7年了。我告诉你，她早就被人家害了，我告诉你。啊，那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好，师傅啊，我有一事相求，好吧？啊，我那个信佛多年了，我供的那个是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一尊佛像，我天天做功课，早课晚课必做，晚课念阿弥陀佛，这样合理吗？合理合理，嗯。啊，天天晚上念阿弥陀佛，菩萨都是一样的。心灵法门对那些年纪大的，我今年是今年我四月初八，
我今年4月初8给佛前许愿的，许一世修成，求师傅加持我，我精进，求师傅加持加持我，我一世修成，回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永再不来。啊，求师傅加持我，感谢师傅。你做梦做到师傅过没有啊？师傅，你看看我的身体有啥毛病吗？你不能看了，没时间给你了，太多了，好吧？我今年74岁了。你好好修，你看看师傅法身能不能来看你就好了嘛。啊，我求了2回，梦着一回，那才真是的。啊，就梦着一回，求师傅了，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啊，再见了啊，时间了，再见。哎，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再见。喂喂，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啊，师傅啊，帮一个同修看他自己的业障，他自己背。1950年属老虎的老妈妈。1950年属老虎。对，看他的妇科。我看一下啊，哦，他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啊，他左卵巢很不好哎，左卵巢，左卵哦 ，OK， 然后有灵性吗？哦，有一个孩子，哎，有一个孩子，需要几张小房子？男的，小男孩，是一个小男孩，给他要。大概要68张吧，68张啊。因为他有去做，好，因为他有去做检查，然后医生有说他，因为他里面有一点点炎症，怕会导致以后生子宫癌，所以他现在有点担心。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看一下。好。他吃素了没有啊？他已经吃素好几年了，我可是我忘了他几年了。看看啊，哦，他现在不会，我就是担心他以后，他现在身上有个老伯伯啊，瘦瘦的。老伯伯。瘦瘦的。董先生。你问问他有没有他的爸爸是不是瘦瘦的啦？他本身自己是瘦瘦的，可是我不懂他好像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男的。我说男的，对啊，去问他。他，哦，好，可以。好吧。可以的。你叫他好。你叫他要念经啊，不念经的话不行的。好，可以。然后那个老伯伯要几张小房子啊？先给他，也是69张。也是69张。等等啊，我帮他看看这个癌症会不会发啊？哦，好，感恩师傅。你叫他吃素吃得干净一点。第二，叫他不要忧愁啊，他有点忧郁啊，你听得懂吗？对，是的，他是有点忧郁。他如果不忧郁的话，大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他如果忧郁的话，1年半之后会癌变的。哦，好的，我会跟他说。好吧。叫他自己不要太忧郁了，好吧？可以。然后师傅，他需要放生吗？1500条吧，1500条，慢慢放，好。然后他修心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吗？什么修心上面啊？对，不要骂人呀，不要不开心呀，不要动不动就不开心呀，翻脸这种都不是学佛人应该做的呀。好的，可以，我跟他说。好吧。师傅，可以帮我们看2个莲花吗？讲吧，快点。一个是24248。24248。女的。24248。24248。好在。还在，还有一个呢。他还有一个是4697，也在，也在。莲花开得好吗？前面那个，你叫他不要学的，要一门精进啊，
他学了其他的东西了。哦，是吗？哦。所以他看了其他的书了。他有一些看了其有一些怪怪的我不认识的那种，好像一圈圈转出来的东西在他的身上。哦，好了。师傅，那个是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是人家其他这种法门的这种光环吧，应该。哦，好的。好，然后这个是六九七的还好吗？四六九七很好啊，四六九七啊，四六九七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傻傻的，经常做错事情，脑子傻傻的不开悟。好好好的，可以。感恩师父。好了，再见了。啊，好了，谢谢感恩师父，我们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OK， 再见。好，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们各自业障各自背，不让师傅背。师傅，我是在国外长大的，中文不太好，请师傅原谅。讲吧。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胸口皮肤上长了一块一块的，看上去像肉瘤一样。然后我是1998年属虎的。哦，你血液出毛病了。哦。你内分泌失调，晚上睡眠不好，心情经常不好，感情上受过挫折。哦。吃的药会有过敏的。肠胃经常不好。师傅，我身上。记性经常不好，掉头发，皮肤上一块块的，在胸部这里也有，肩膀这里也有。对。师傅，请问有灵性吗？你是就是灵性啊，你是花斑虎呀，花斑虎啊。哦。他身上。好。身上有很多小灵性，闪灵很多。师傅之前开示过500张小房子已经念完了，现在需要再许愿多少张子？你现在念5000遍往生咒。5000遍，好的，好。我看看你500张小房子质量，质量还可以啊，只是不够啊。再念180。好，感恩师傅。今天180张。180，好的。180张念完应该好了。好的。你去。好的。网上查查看，有一种药水特别适合你的皮肤。好的。有一个什么抛字的，就是3点水，一个像寿命的寿一样的，这个有一个这种字的，这个药特别对你好。好的，师傅。好的。有3点水，一个像江水滔滔的滔一样的，哪怕是半个都可以。好，寿命的寿字，好了。好，感恩师傅。然后还教多少遍礼佛？礼佛你自己好好念，每天念个3遍到5遍，好吗？好的，感恩师傅。礼佛没关系，然后放生要多少？你要坚持念的。好，感恩师傅。放生，我看一下你的。师傅，放生要多少？你放生500条就可以了。好的。小丫头，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你的记性很差。脑子嘛不灵的，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的。你这个人不懂得好人坏人的，搞也搞不清楚的。对。傻的嘞，真的经常被人家骗。好。明白了吗？师傅，这个明白了。师傅，这个我要做手术把它割掉吗？看一下啊，几年属什么的？我是98年属虎的。可以割的。好的，感恩师傅。你觉得你问问医生看，如果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话，就可以不要割。如果特别影响你自己的话，你就割吧。我看看也不是个大问题。好吧，因为它形成了之后，它并不是会滋生癌细胞的这种东西，它也就是一个形成了一个像一个人家说像个囊肿一样，听得懂吧？它血进不来的。好。它这个死球啊，你听得懂吧？像一个死的一个包一样。好的，好了，好，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莲花，我是17268。17268，哦，这样哦，小丫头，观世音菩萨蛮喜欢你的。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你心还挺诚的，
心还挺诚的。啊、嗯，师傅。你要经常喝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啊。好，好，刚师父。菩萨现在叫你多喝大杯水啊，听不懂啊？嗯。听懂了，听懂。好的，师傅。好了。好，师傅，我的莲花是什么颜色的？哎，你刚刚一起问的，要帮你重新打上去。什么号码？哦，对不起，师傅，对不起。17268。白的，嗯。好，感恩师傅。好了，好了。然后师傅，我在休息。你问下去好了，我这边给你问一个小时。说什么？师傅，我的修行方面，我需要改什么毛病？改什么毛病？患得患失，不能坚持，没有恒心。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看你的事业不就这样吗？你看你的事业为什么不成功啊？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哎，对，要恒心啊！哪一个人成功的人不靠恒心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好了，乖一点了，不要在自己的脸上、手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噼里啪啦化妆有什么用？一身变脸蜡黄蜡黄的有什么用啊？明白了吗？对不起，好。好的，好了，再见，再见。可以帮我改一下名字吗？不能看了，不能看了，不能看了，再见了。好，好的，好的，刚师傅，刚师傅，刚关心菩萨。再见，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哦。喂，你好，好，最后一个了啊。Hello。喂，你好，你好。喂，你好，师傅你好，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傅。请讲。不啊，辛苦你了。师傅帮我看我本身1993年属鸡的，我现在是犹豫是要回马来西亚呢，还是待在墨尔本？我工作上是几个月没有工作。我看一下啊。好，感恩。几年属什么的？1993年属鸡的。93年属鸡的，哎，可怜的孩子。你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就是叫我怎么讲你呢？说你好呢，你又不肯帮别人的人，自私啊！说你不好呢，你从来不伤害别人，听得懂吗？听得懂，师父。所以你的运程就比较颠簸了，听得懂吗？嗯，听得懂。现在你在墨尔本嘛，肯定有麻烦的呀。对对。现在都不开放，疫情这么严重。嗯。你现在能回去的，你也不能回去啊。对，就是回不去，所以工作也没有。所以你现在找啊？你现在我看看，你看看你这属什么？再讲一遍。93年属鸡的，甘师傅。93年属鸡的，东南，差一点的工作去找一个吧。那个东南方向，东南方向去找个工作吧。好吧。好的。所以啊、不要师傅不要先维持生活吧。好吧，好的，坚持一下啦，坚持一下。你这孩子们感情上面也会有挫折的呀，所以你这么没钱就不要再去谈女朋友了呀。嗯。哦，师傅，我当时是没有女朋友。哦，没谈过啊？有谈过。现在没钱了嘛，当然不谈了。有钱的时候不好好的节约一点呢、啊，谈个魂呐、啊。对对，师傅，向师傅忏悔，向观世音菩萨。我好好的修，师傅一看就看出来了。听得懂吗？临时抱佛脚没用的，我就跟你讲了，东南方向去找个工作不就好了？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感情上的问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念53张，然后姐姐咒要念，至少念7000遍。7000遍。嗯，好的，师傅。嗯，感恩师傅。师傅还可以问多一个吗？就是我的母亲。讲吧。1960年属老鼠的。看下他的身体，叫你妈妈坚持，观世音菩萨已经给他在治了。对对，因为他的身体最近也是很腰酸背痛，还有腰你问他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没做到就知道了。对，他有叫他自己坚持一下，他说做到了是吧？对，他有跟我说过他做过。好了好了，跟你说菩萨来救他，自己们也要锻炼身体的呀。对，不要感恩师父。嗯，不要什么事情都临时抱佛脚就好，明白了吗？好的，师父。师父，我还有修行上要注意什么吗？师父，不要好色，
哦。啊，不要偷懒，不要偷懒，不要太自私，好好念经，求观世音菩萨，准提神咒好好念，姐姐咒好好念。好的，好的，明白了吗？菩萨会保佑的。师傅，我关于这个，好的，师傅关于这个工作问题，我可以许愿一万片，准提神咒来求这个工作。可以的呀，可以的呀，但是你原则是你不能做坏事呀。嗯。哦，好的，好的，师傅。好了，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辛苦了，再见，再见，感恩您师傅，我爱您，感恩爸爸，嗯，谢谢，再见，爸爸，谢谢，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